会出道的女星郑敬馨，因参加全明星运动会4而收获不小的人气。然而她在今年2月因模仿抖音影片意外造成尾椎受伤裂开，后来她求助整复师，不料却被对方弄到骨折，一度变成半残废。日前郑敬馨透过社群发文感谢大家对她的关心，自己从一开始呼吸都会痛，生活无法自理的状态，到现在已经恢复很多了。她也在文中透露对该名人气整复师提告，案件将在本月24日开庭，呼吁对方坦然面对错误，不要再找借口了。而郑敬馨的妈妈胡文英日前也在影片中哭诉，女儿被知名整复师弄伤，经常会痛到无法呼吸，痛到半夜醒来，甚至痛到无法翻身，但对方一句抱歉也没有，因此绝对不会饶恕这种恶劣整复师，希望未来不再有受害者出现。Bye.